彩排时专心指导团员，歌仔戏国宝廖琼之三月初到澳洲参加2020布里斯本国际艺术节活动，但担心返台飞机上有染病风险。原来布莱特迪恩二号返回澳洲布里斯本，班机上也有另一团台籍旅客，迪恩坐商务舱，台籍旅客坐经济舱。但廖琼之剧团原定八号返台，班机本来与这团旅行团同行，让他们很担心。了解，所以是确定这样。基金会董事证实，因为高龄85岁的廖琼之是歌仔戏国宝，成立新传歌仔戏剧团歌仔戏文教基金会，生怕老师抵抗力较差，剧团成员一度向立委何志伟求援。文爱随风。基金会董事第一时间已询问疾管署，但因为台湾旅行团与音乐家当时坐的舱等其实有一段距离，目前也并未采取任何措施。但根据何志伟转述，航空公司做法，9号一早台湾旅行团返台，会请他们全戴上口罩，滴水不沾，同时有专人看护，做好层层防护，减少同机旅客的不安。记者林永明、林玉涵台北报道。